Kids Rise， 每个学生都应该获得机会、资源和支持来实现梦想。研究表明，拥有储蓄账户的孩子，即使存款额仅为1至500美元，考上大学的可能性也比其他人高3倍，成功毕业的可能性则高4倍以上。共同努力，迈出一小步，助力大梦想。通过大学储蓄计划，圆孩子们的大学和职业梦。大学储蓄计划包括奖学金账户和储蓄账户。为了帮助每个家庭起步， NYC Kids Rise 将给纽约市每个公立幼儿园的学生开设 NYC 奖学金账户，并存100美元底金，且之后提供更多的资金机会。迈出一小步，助力大梦想。具体情况是这样的，你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将自动纳入大学储蓄计划中，除非你主动选择退出。登录 nyckidsrise.org 网站即可查看你孩子的 NYC 奖学金账户。账户激活后，你就能获得一笔额外奖励，也可以随时查看账户余额。除此之外， NYC Kids Rise 和社区未来还会通过其他机会向你孩子的账户中存钱。我们知道，为孩子上大学存钱很辛苦，有时候觉得还太早，或者不在预算内。我们现在只谈今天就能着手做的事情。当你激活了奖学金账户后，你可以开设和绑定一个储蓄账户，这样你和家人就能以最合理的方式存钱，如每周或每月存入一笔钱。大家好，我是纽约市教育局局长 David Banks。很高兴能与 NYC Kids Rise 在每个学校社区开展合作。为孩子的高等教育提前规划和存钱至关重要。我看到了大学储蓄计划给家庭、学校和在第三十学区的孩子所带来的影响。第三十学区是最先开始实施此计划的地方。现在与你们分享，我也非常高兴。大家好，我是 Deborah Allen Glickstein， 在 NYC Kids Rise 担任执行董事，未雨绸缪非常重要，这样孩子们在未来才能有更多选择。无论你家庭收入如何，或者是否是移民，大学储蓄计划对我们所有人来说，都是为孩子存钱和投资的一种方式。NYC Kids Rise， 纽约市政府、纽约市教育局与家庭、学校和所有社区一起为其助力。更多详情，请看 nyckidsrise.org。让我们为孩子们共筑光明未来。